男人必备减肥法，睡饱七小时就能瘦下来。饥饿素可以刺激食欲，让你进食。研究显示，少于七小时的睡眠的时候，跟大于七小时睡眠，饥饿素分泌比例差30%。30岁男生半年胖了30公斤，换了需要轮班的工作。虽然轮班，可是你睡眠一定要够七小时。睡前做10下伏地挺身，睡眠够，肌肉量增加。3个月之后，他整整少了15公斤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